也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，从来没穿过这样的。再一个就是想让别人看一下不一样的我。可是很成功嘛，他这个换装打扮，他还蛮配这个颜色的。对，一出场他就希望吸引张曼的注意，他喜欢张曼，但张曼单约没约他吗？对，是约的牛超，对吧？他约牛超是因为那天他们分组出去玩的时候，他们走散了，汪更和一帆玩了一天，张曼那天特别不开心啊，而且还当着两个男生的面一直在讲汪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。OK，元芳，你分析的不错。真的谢谢。加油，加油！哎呦，好了。你选，选吧。我选吗？有点尴尬。哦，坐对面。哦，对，没错，这个距离感是对的。他不是那种可以被控制的人吗？可能吧，年纪大一点。不是，对，年纪大一点，你叫我做就做，你用这种像对小女孩的那个态度叫我，怎么可能？牛超这件跟子睿的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觉得汪更蛮厉害的。情敌一刀，四两拨千斤啊，很厉害的这招。还有女生的思维，很强的。你们女生现在对所有男生都了解过一遍了吗？没有。你了解过我吗？你了解过我吗？他真的很有勇气哎，他这算杯水一战了。接触吧，接触吧。直接吗？我觉得汪更比那个谁会讲话太多了。他是今天才这么会讲话吧？他被逼急了，他被逼出来了。谁逼他的？张曼。